已经不快乐，一开始听到墓碑，因为他的喜事连连无言尾，他的平常气势到日日好，天天好，如梦是真，止于至善。哇塞，什么样滤镜那么厉害 ？STC 的滤镜。大家好，我是小海，我喜欢旅游，喜欢摄影的我。今天正所谓北天灯南风炮，热血如我，不但来到了盐水风炮区。那我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呢，做什么？就是做测试。各位，请看。STC 最近出了一款非常厉害的滤镜哦，它叫做 Titan 滤镜。Titan 滤镜呢，它可是正号称我们盐水风炮射来射去都打不坏、射不穿哦。各位准备好了吗？背起你的行囊，带起你的相机，走，我们出发去。超累的啊！我们刚从7点多一路拍，然后拍到9点多，经历了2次大炮阵。然后最夸张的事情是一堆人告诉我说拿风炮被风炮打到像被滴滴枪打到，不是，明明就是那个什么，是散弹枪，是在气弹枪。我那时候一开始原本站得很帅气，到后来一直被打，一直被打，越来越痛，之后就变成这样 ，Captain American 都怪怪的。好，我们现在仔细来看一下，经过我们摧残风炮，摧残我们的 Titan。哎，仔细发现这中间这几块就是我们的 Titan 都毫发无伤。再看一下这个地方，非 Titan 的状况或是他牌的其他的滤镜，会看到不只是结构性的粉碎，或是这种单一的粉碎状况之下都非常的糟糕。但 Titan 是毫发无伤的，所以这次测试成功。